看到车轮脚踏声，阮的希望拢寄伫遐。树顶的鸟仔不时来偷听。我即摆感觉，咱两个足轻松哦。是讲不要紧啦，大家讲哦，以为生而为熟嘛。我咧甲赵英娜讲话就有够含慢啊，你不要搁较含慢咯。讲啥物一回生二回熟，你那么贵个？